虎扑10月3日讯，北京时间10月3日凌晨0点55分，欧冠小组赛 F 组第二轮，霍芬海姆主场迎战曼城。上半场比赛，贝尔福迪推射闪电点破门，阿圭罗将比分扳平，斯特林错失单刀。下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大卫席尔瓦中场前锋线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客场2-1逆转取胜霍芬海姆。比赛第一分钟，德米尔巴伊前场送出绝妙直塞，转身抹进禁区的贝尔福迪一脚冷静的低射破门得分，1-0，霍芬海姆取得梦幻开局。第四分钟，大卫希尔瓦分球，大禁区前大球内切的阿圭罗一脚低射将球打偏。第六分钟，斯特林前场奉献出了一连串的精彩过人。第八分钟，大卫希尔瓦前场送出精准直塞，禁区后点得球的萨内面对鲍曼送出无私回传，乱战中阿圭罗的球后一脚劲射破门得分，1-1。第12分钟，带球杀入禁区的贾德拉贝克被协防的沃克撞倒，主裁判并未做任何表示。第15分钟，大卫席尔瓦中场送出斜塞给到右路的球的斯特林内切杀入禁区后一脚抽射被鲍曼挡了一下，皮球最终偏出球门出了底线。第29分钟，金多安开出右侧角球给到禁区门前的孔帕尼头球攻门被鲍曼稳稳抱住，不过由于孔帕尼压人犯规在先，此次进攻无效。第33分钟，萨内禁区中路连续盘带过人后分球，后点跟上的阿圭罗一脚近距离凌空抽射将球打高。第35分钟，萨内左路送出横敲，禁区内左侧得球的阿圭罗一脚兜射被鲍曼飞身扑出。第39分钟，拉伯特中场回传出现失误，前插的贝尔福迪将球断向后杀入禁区，随后一脚小角度抽射被埃塞松奋力扑出。第42分钟，阿圭罗左路带球内切后一脚抽射将球打高。半场战罢，曼城客场暂时1-1战平霍芬海姆。一边在战第53分钟，拉波特左路带球杀入禁区后送出回传，前点的大卫希尔瓦一脚呛射将球打偏。第57分钟，德米尔巴伊身后将带球的大卫希尔瓦放倒，主裁判对其出示黄牌。第58分钟，大卫席尔瓦开出左路定位球给到禁区门前的奥塔门迪一记头球攻门被防守队员挡出。第59分钟，鲍曼大脚开球给到前场，弃门而出的埃德松出现低级失误，及时回追的萨内将球破坏。第66分钟，沃克飞铲卡德拉贝克，主裁判对其出示黄牌。第72分钟，贝尔纳多席尔瓦左路连续盘带过人后重出挑传给到禁区门前的阿圭罗头球攻门顶得太正，皮球被鲍曼稳稳抱住。第73分钟，带球杀入禁区的萨内被鲍曼扑倒，主裁判并未做任何表示，镜头给到了场边面色凝重的瓜迪奥拉。第87分钟，贝尔纳多席尔瓦左路送出传中给到禁区门前的防守队员出现失误，大卫席尔瓦将球断下后一脚抽射破门得分，1-2，曼城客场将比分逆转。补时第93分钟，鲍曼弃门而出来到中场后来不及回位，阿圭罗前场的球后一脚吊射控球将球打偏。补时第94分钟，萨内一脚倒射击中球门横梁弹出，最终全场比赛结，曼城客场2-1逆转取胜霍芬海姆。比赛阵容，霍芬海姆 4-3-3， 1鲍曼 ,3 抢德拉贝克 ,38 波什 ,25 阿克波古马 ,2 乔舒亚布勒内 ,11 英格里利奇 ,82 比古当 ,24 霍格马 ,10 德米尔 81 89哈克 ,19 贝尔福迪 ,34 若埃林通 ,28 绍洛伊 ,54 克拉马里奇。曼城 4-3-3 ,3-1 埃德松 ,14 拉波特30奥塔门迪 ,64 斯通斯孔帕尼 ,2 沃克 ,21 大卫席尔瓦 ,25 费尔南迪尼奥 ,8 金多安 ,68 贝尔纳多席尔瓦 ,19 萨内 ,7 斯特林 ,75 马赫雷斯 ,10 埃圭罗